而接下来呢，我需要一样非常我们日常当中常见的东西。嗯，什么？我们要花钱。啊，对，肯定得花钱。接下来我要变什么了？你知道了吧？哦，这是我们观众朋友最喜欢看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首先，其实我们人身上是非常具有财富的，是吗？每个地方都可以变成财富。啊，比如呢？比如说啊，我们。哎，头发上，这不是我的。对，然后您看他的衣领、衣角里边，哎，哇，英俊哥藏私房钱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回去可不得了。我藏私房钱，我藏这儿，我这一会儿就甩没了这个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比如说。一会儿还给一会儿还给我、啊、对对对，好，来了。嗯，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两个三个、四个，一双手四个硬币。我现在分别把四个硬币放到四个角落，挥一下以后，你会发现第一个硬币呢过来，对，您看好这第二个。三个，咱们把它放到我的左手，这个仔细听清楚。好，细看。哇、我就跑到了四个角落里来，没有错。而接下来还需要用到刚才那四张牌，一二三四，四张普通的牌了。仔细看。一张牌能盖住一个硬币。是。非常的清楚，没错。这恍惚之间呢，我从你的眼神当中看到了一丝怀疑。你是不是感觉有的牌底下没有硬币？因为魔术师的手太快了，所以我一直在紧盯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把胶带这个环节着重的展示一下，咱们再确认一下，真的是在，没错。所以仔细看清，仔细看清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四个，盖好了以后，这样我们先说我要干什么。完了，这个硬币呢，先到这儿来。对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这我也会，洋洋、这个不是我要变，是我要告诉你们，他要这样过去。我明白是这么过去。但接下来呢，这个事情呢，发生在一瞬间。仔细看，这是两个，那这是几个呢？一个。对，仔细看，一、二、三，所以这是三个，这是三个。咱把它盖好以后，俗话说了，魔术人人都会变，只是你们不知道。这样，伸出您的右手，伸出您的左手，两个人一起在这个牌上面抓一下。这个牌是不是？对，牌的上空抓一下，对，然后丢到那边去。两个人合作的力量是很大的，所以他呢就没有了，而硬币出现在这儿。来，这个作为礼物送给您吧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知道吗，英俊哥，刚刚杨洋在变的时候，我一直就是紧盯着他的手，我就在想一定会有破绽，但我什么都没看出来，就剩惊叹了，精不精彩？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魔术，而且这个魔术确实有互动，非常多的包袱啊效果带给大家，我觉得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杨洋啊，太棒了。